好，我们先继续往下看。我们看是，因为我们做完之后，我现在毕竟那是一个后台的东西，我希望让它可以在前台呈现出来。我如果想要让它呈现在前面，就是像例如说像这个我们一个这个网址来看，前面这个是我们固定申请的网址，后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设定就是2011然后1019 Django UI， 这个是我们设定的一个网址。一般如果各位写过其他的程式语言，会看到这一个。会看到，这个网址是这样，例如说前面然后 index.php 问号 ID 等于多少，然后如果它是 and 什么什么 author 等于多少，后面这个一直算下去，这个代表意思就是说我这个 index.php 会接到一个 ID 名字，ID 这个变数，然后值是100的，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在 index.php 里面去把这个100带进去查资料库，把那个编号100那本书拉出来，再印出来给大家看。好，所以这个其实很常看到，在其实它没有不好，只是说，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啦，会是长像这样，就是前面那个不可能 index 不见了，然后就直接给100，就像其实有点像这个样子啦。然后看它后面就是没有任何什么点 PHP 也没有任何问号，反正那个其他有的没的。那听说这样子对 SEO 的分数，就是那网页最佳化的分数是有加一点点分数，不过就一点点，但其实不会影响太大。真的影响 SEO 还是你的内容。好，但我们要设定的话，设定这个样要怎么做呢？主要控制就是我们昨天都还没有特别去花时间研究的，就是那个 URLs.py。我们昨天只把这个东西打开了，然后把这两个东西打开了，就这样子而已，现在没有理它。好，那我们所有的网址设定其实都是在这个地方设定，这里有一些范例可以看。它的范例例如说像这个地方，这个其实看起来有点像乱码的东西哈，它是那个正规的表示法。好，这个地方它意思就是说，当我去 match 到这一个规则的时候，那我要交给，我要请这一个，这是这个 bookstore 是我们整个的那个 app 的名字，整个 project 的名称，然后我去找这个，然后有一个叫 views 的档案，目前没有，然后这个里面会有个 action 叫做 home， 然后会交由他来处理，后面就是带进去的参数。不过我们来写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看一下这一行 的意思，就是说前面这个，我不知道各位对这个熟不熟。看到那个这个 R 呢是 R 是不用理它，然后后面这个是代表开头，然后呢这个是代表结尾，那中间没有任何东西，就代表就是指向那个首页了，因为通常首页是没有其他内容的。那这个东西的学习方，这个其实还蛮复杂的，这个可以写一本书，而且不知道欧莱利有出，那本叫做 Regular Expression 的什么什么手册，这个可以去找来看，蛮好一本，而且不容易学啊，我觉得，因为它写起来很像乱码，就你看到这个，然后还有什么这个，然后斜线，然后无微不微，很，请帮我加号称号啊，就。这个写的，如果写的很好的话，你的事情会很快的就应该说你的工作会很快的就可以结束。你短短一行比对就可以比对，那例如说可能 email 要检查有没有 at 啊，然后后面有几个点啊，就是全部都用一个表示法就可以把它处理掉。那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首页，然后首页会交由 bookstore， 就是我们整个的 project， 然后会再来是交给这个 app。所以因为我们其实在首页这里面其实没有根目录，那没有其他的那个 app 在里面，我们只有 book 跟 author 两个。那我们首页指向这个 project 的这一个
App 的这个 Views 里面的 Index， 我们还没写这个，可是我们已经有这个了，所以可能昨天没有注意到，其实是在这个档，就 Book 里面或者 Author 里面其实都可以，都有帮我们建了一个 Views， 然后这里有个 Views， 不一定要叫做 Views 啊，你可以帮它改名字。啊，你可以帮它改成，例如说 A B C 啊，或者是什么 Controller。如果你习惯用 Controller 这个字的话，那但是当你这样改完之后，如果你把那个档名，把那个档这个 Views 这个档名改成 Controller 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跟着改。啊，它其实跟我们的 Import 的原理有点像，然后你要去一个资料找一找，找到。这个档案里面有一个这个方法，那个虽然说我们这叫 action 啊，这个 action 事实上其实只是一个 Python 的一个 method 而已。当我们设定好那一行之后呢，你会发现出现一个出现一个错误信息。可是这个错误信息，其实大家在看到错误信息的时候，不要担心，其实那是好事。因为如果没有出现错误信息，那才恐怖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里错。然后有出现错误信息，你看，这个是我们设定前的样子。设定前我们的手艺是，它是出现 page number 会出现404，然后会出现跟你说你有什么什么状况。但是我们设定完之后，跟我们说那个有东西找不到。好，当出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这是很友善的，你不要觉得他想喷乱码出来，其实很友善。你看，他这里跟你出现这个错误讯息，他跟你说 view does not exist， 就是一那个东西其实还不知道在哪里，会，这里他找不到 index 这个东西啊。那这个 index 因为我还没写嘛，所以是一定会错。所以既然你知道哪里错，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改。比较怕是他错都没有跟你讲错在哪里，那个才是恐怖的地方。我们偷懒的用一样用贴的，我只贴了 index， 然后我这边贴了一个 index， 它是一个 method， 然后第一个方法其实它一定会去接收来自于整个 Django 的 request， 就是那个是网友的那个 request 过来，它一定会收到这个一个 request 的一个变数，这个不一定要叫 request， 你可以叫 r， 你可以 req 随便，反正就是一个名字就对了。如果你要需要，因为当为什么会需要这个变数，有时候你会需要它里面有一些例如说它的 IP， 它的 user agent 都会从它都会带在这那一包物件都会存在这里面，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一个 request 可以把它拉出来，给它出来用。那我们这里只用了一个 hello 是一个简单的，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 echo 就印出来。那它必须是一个 HTTP response 包装起来的物件才可以。那这个东西哪里来？这个东西是由这里这个是内建的一个 module。然后就可以把它拉出来。当我们这样做之后呢，回来首页，它出现就不是那个错误，就是我们刚刚包起来丢回去给它的，就内容就这样出来了。所以其实虽然说很单纯，是只是一个简单的 Hello World， 但是还是看起来还是有点麻烦，有点啰嗦啦。就你还是要做蛮多事情的。首先你要设定 UIOS， 然后你需要设定，那你要把那个 index 设定出来，然后对，主要是这个看起来比较麻烦，就是你要当你的网址很多的时候，你这个地方可能会越加越多。那这是一个方法，这是一个加的方法。另外有一种方法是，我看一下这里有写，这里，
这里这个范例就是说，我如果看到所有那个 bookstore 开头的，我全部都会把它导到这个档案。这个档案，这个档案是指说，我要在这一个那个。我可以直接在，我其实我在这个地方，因为现在只有一个了，现在只有 URL 点 py 只有一个，全站目前只有一个，其他不一定只有一个，全站唯一只有一个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settings 点 py 是唯一的一个，然后 manager 也是一个而已。这个你可以分散，你可以，例如说你在这个 book 里面可以新增一个这个档案，然后把它当遇到这个的时候，把所有的网址都委任给这个档案，它其实这是 project 的名称 ，app 的名称。档案的名称，对，有不可能说他找到可能是三个五个话，从头到尾就打完，他怎么辨别说什么东西需要他处理的？先从上面来，从上面如果你上面的规则，假设有两个重复一样的好了，那他遇到了就先处理了，所以先定义的先做，他只要遇到这个，例如说这个定义好，定义。如果它前面的定义比较广，例如说我可能中间放个一万用字元，就代表说所有页面都会连到这里来，你下面所有都会被屏蔽，就你都看不到，那应该不会是我们要的了。当然也有可能另外的做法就是，你所有的页面都导向一个404页面，因为可能在维修中，或者是你导向一个目前维护中了，所以你可以上面放一个比较大的范围的，就是那个这里比对的时候不是比对。首页是比对万用资源，所有任何的网址进来，包括首页都会导向那个看一个 maintain 的页面去。啊，不过我们这边比较单纯，所以我们的 urls 点 py 就放了一个就好，放在根目录。然后所以这个其实不需要。然后这边写法是这样，因为 url 这个 helper 它帮我们把这个网址包进来，然后把会指向这个地方。好，其实这里不止这样的写法，这可以有别种写法。但是这样写法是比较单纯，就是那种文字叙述的比较单纯。好，我请各位试一下，再改一下 UIS， 然后加一下 view， 然后让你的网页看起来至少有个 hello world 出来。
那如果这个首页没问题呢，接下来我再加一个东西上去。然后我加一个这个叫做 detail 的这个东西进去，那是代表说当我待会其实还没有设定网址啊，这是一个 action， 这是一个我们待会要处理的一个 method。那这里注意到第一个进去的都是 request， 一定都是这个物件。那后面这个你可以带个 book ID，book ID 就是我们待会会在 URL 里面设定好之后，它会印出 book ID 等于多少。然后把这个 ID 带进去，啊，所以做完这个之后呢，还需要做就再加这一行。当我只要是 book 10开头的，然后后面这里所有的东西，这里抓到的哎的数字，然后都要传，然后会交由这个点这个 method 处理，啊，所以这里又是一个看起来很难啰嗦的东西啊，就是一个名字，这是 book ID， 这是我们待会要抛进去那个名字，然后这个斜线反斜线第一是代表它是一个数字，然后这个加是代表一个以上。记得对，所以这看起来其实有点啰嗦，但是当我们这样做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网址，我们打 books， 然后斜线100就会出现一个这个，这是我们带进来的值啊，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跟我们以前那个 index 点 php 问号 id 等于100。的做法是就不太一样，只是他们运作原理其实一样，只是说它在网址上会看起来比较干净一点，而且猜不出来是什么 P 写的，就是看起来比较干净啊。因为我之前帮那个 MS 他们做一个那个 OBS 2007以及 IE8 的那个上市活动的网站。对，但那因为毕竟是那个微软的案子啊，所以虽然说他们有要求一定要用 ASP 或 ASP.NET， 但是我那时候就做了一些小手脚，让他的网址，他后面其实你可以加点 ASPX， 然后让就是你后面这个，你可以自己去在 URL 点 py 里面设定，可以加一个这个缀字在后面，让它看起来像是 ASP.NET 的东西，但。反正就听过去。其实如果你仔细看整个，如果你用其他的一些工具，例如说像 Firefox 或者 HTTP Watch 去看它里面真的送过来 header 的话，它送过 header 里面还是有 Apache 的一些字样，但是呢，就是网址看，对一般形象人来讲，他看到这个，你用单页写的，不错啊，这个跟我们那个蛮合的。当他要跟我要原始档的时候，他就会哭出来，因为就。因为他没有要有知道，反正对他来讲，对，因为我们接触的窗口是行销人员，他不会管那么多，他不管你用什么 P 写的，会动就好，不要粗暴就好。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URL.py 跟目录只有一个的另外一个方法做法，就是因为目前是全部就放在一个地方嘛，但是你可以多建几个，当你的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 URL.py 不会就只有那个，现在我们现在才两行嘛，然后再加一个 admin test 才三行，那么少，但当你案子很大，你网站越做越大，那个网址不可能就只有这样，然后所以通常比较建议的做法会把一些 URL.py 拉出来，另外再建一个这个 URL.py 放在该 app 底下，然后
委任给他，那他的写法就会变成像我刚刚记者提到，用这样的方式，用 include 的方式，这个其实代表说，当我遇到这个，然后会去找这个的这个档案，然后所有东西交给他处理。好，这样你的根目录就是你的这个最外层的 URL.py 就会变得比较单纯的干净，他只负责只说。我所有的网址由你们那个档案管理，我这个网址是由那个档案管理，而不是全部写在这个地方。我们写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的这两几行而已，我是还 OK 的。这个应该不会有，因为刚刚我们现在这些做法应该不会因为版本不一样而造成困扰了。应该版本不一样，大概就只有那个 module 装不起来，可是这个是内建的东西，所以应该还 OK。这个有没有问题的？就是网址你的首页看不到，你的那个 books detail 也看不到的。通常看不到，你只要看它那个错误讯息，大概就知道说你是 method 就是那个 view 的那个 action 没有写，还是说你的网址是错的，或者是其实那个都看得出来了。但那个东西在上线的时候呢，我要给各位看一个东西是 URL.py 还有更多的设定。记得这个 debug 等于 true 啊，你上线的时候这个要设定成 false， 不然你那个一看到错讯息就是喷出来就是一堆的，就是刚刚那个画面，那个画面不一定不是要给网友看的，那个是要给我们自己开发人员看的，所以上线的时候记得这个要改一下。然后顺便提一下这个地方 admins 这里哈，这里可以设定你的名字跟 email， 这个好处是什么？这个就是当你的系统出问题的时候，你会收到 email 通知。就是因为那时候某就是我昨天提到那个流量很大，造成网站一直出问题啊，一直资料连不上啊，或者是负担太大的时候，我这个地方我就会收到很多那个通知信，那通知信都设定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是因为收到通知信，然后就整个就惊醒，然后去才跑到地方去处理。过来，因为我们的那个 MTV 有三大部分嘛，昨天有提到那个有三大块，那这三大块里面 ，model 其实我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建一堆的 model 啦。然后 T 就是我们待会提的 V 呢，这个 view 其实我们现在只用到了一个，就是 index 而已，我们只在里面做了一个 method， 就这样子而已。那 template 我们现在是接下来有没有准备要看？因为你不太可能，你的网址，你整个网站都是交由那个 echo 印出来，那个会印死人啊！特别是当你拿到你，现在网站没有那样做那种丑丑的，都是设计通常会帮你先切好版型，然后切给你之后，你拿到档案的不会是用印的把它印出来，你一定是又把它当成一个 template， 然后开始塞纸进去，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做法，不然那个你的程式码会变得复杂。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原来的这样的做法，就是我们刚前面提到的这个啦，然后这个我们待会改，这个只是单纯的把印出 Hello World Hello Book Store， 那要把改成这样改成 Render to Response， 那其实这个是它的这个小卡，就是它的那个快速写法了。它有比较复杂的写法，就我想跟各位介绍这个。它这个东西就是把那个某一个档案，就是某个 index， 某一个这个资料夹底下有个叫 index 这个 HTML， 把它 render to， 就是把它 render 出来。然后最后其实还是这个出来，这还是这个，但是它是一个 shortcut， 所以它这个 method 是在 Django.shortcut 里面找到。回到昨天一开始一个很早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知道会在这个里面？因为我这里有时候困扰很久，只是因为就多写就会知道哪些 method 在哪些模组里面。这个没有，其实没有特那个没有快速方法。
当我们做完之后呢，马上 又出现新的错误，又不一样的错误讯息出来。然后错误讯息是说 template 没有找到。那因为我们还没有做 template， 我们只是说我们看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只指定了一个叫 book， 然后 index.htm 而已，但是我们档案还没有做出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要把 template 放进去了。那放进去就是要找到对的地方摆，不是随便找个地方摆就好。那其实它的设定值是在 settings.py 里面。找到这一段，在 settings.py 我们找到这一段，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上 template， 名字可以去这一区。然后记得它因为它是个 tuple 嘛，所以以八因为这是一个 tuple， 然后以八记得加上一个这个，然后代表它是一个元素。那这样的话，我们待会所有的 template 都，我们的那个档案静态档案都可以摆在这个地方，然后在里面就开始建资料夹。然后你看到它的这边的设定，其实它这边有一个注解，是讲说，其实你的档案不一定只能放在相对目录底下，你也可以放绝对目录，例如说你可以放在 home 啊 HTML Django 的 template 这个地方。然后也代表说，其实既然你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也代表说你可以放在网络识别机，你可以放在别台机器，然后或者是别，例如说放在设计的电脑里面，或者就是你的档案不一定只能放在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只会放，你的程式，你的这些 template 会，你可以把它分散在别的槽、别的档案系统，只要它连得到就好。那对设计来说，因为现在会分工，所以设计来说，他只要能处理这个资料夹的档案就好，他的东西都往这里丢，他不用拜托你上传档案，就丢在这里面。然后你做你的程式嘛，除非他改到你的 template， 不然就是他做他，你做你的，最后东西上线就好了。所以其实不用都要放在同个地方，因为如果放在同个地方，它代表它传到你的资料夹里面，不是你拜托他，就是他拜托你。这个地方我建立完 template 之后呢，然后我就要去在这个整个 project 里面建一个叫 template 资料夹。并且把 index.html 放在book 的 template book 里面。那在这里面我随便打一个几个字，它的结果就出来了。那因为它是会去读你的相对目录的 template 的 book 的 index 的档案出来。好，这里我们还没有放变数进去，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单纯把那个 template 那个结果弄出来之后，假设你拿到设计师的档案，你就是应该是往那个地方丢，或者是你把 template 设定的那个路径设定到别的地方去，让它可以有存取权限。那我想先请各位把这个 template 先建起来，然后让你至少可以看到一个，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那你可以不是只有单纯的 echo 吧 ？Template API 其实是。它Django 里面的一个特殊设计的，它不希望你在 template 里面写程式，它不应该说不希望你在 template 里面写 Python code。那为什么不要这样？这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设计，这个强制设计是好的啦，因为各位应该看过那种程式，就是 HTML 里面，然后包含这个，然后 PHP， 然后等于什么什么字，然后有问号。然后前后是 HTML， 然后你这里面可能还要问号 if
对对对对对，然后 if 问号，然后 and 大括号，这是大括号问号大括号问号这个，然后一个这个，等于说你的程式码里面你会同时又有 HTML 又有 PHP 程式码，在以前那个年代这是被允许的，这是觉得 OK， 大家因为大家这样写，可是呢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这个你这样写会让人看不起，没有啦，就是其实会比较不好维护了，因为你的程式码跟你的那个设计是混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设计师拿到你的档案的时候还要去看这种东西，那有的现在以前比较应该说有些功能比较差的那个像我不知道君威尔可不可以正常看到，君威尔里面打开你可能看那个黄色的一个 tag 代表说哦这是一个程式码，但是不是每个那个设计师用的编辑器就看得懂你的程式码，所以可能会让他看起来，让设计师看起来他的那个排版是破掉的，那他就没办法去想象说到底看起来会长什么样子。那所以 Django 它这个地方它设计了一套 API， 可以，因为其他 API 其实我觉得很够用啊，因为它反正就是你要跑回圈啊，不是说不能写 Python code， 是你要写程式可以，可是请用它提供的 API 来用就好，你不要写那个在里面就是把你的那一套东西塞进去，那个不要把那个 Python 的程式码塞进去，请使用它提供的 API， 而且是强制的。好，这个我看到目前大概就 Django 这样用了，但其他像 Rails 啦，然后那个 PHP 啊，其他编码并没有这么强制性要求。好，那什么是 Template API 呢？来，我们往下看，就长得像这样。其实你可能会觉得说这跟我刚写那个它其实没什么两样，对啊，看起来是差不多。其实它没有啦，这个它在使用上是有差别的，有啦，但至少它是语义上是很清楚的，它不会是那种硬插在那个程式码那个什么设计里面。然后它的做法就是这样，它其实也有 if 也有 for， 该有都有。那只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它不是一般的 for， 不是一般的那个 Python 程式码。然后这个 app 这里有 s 啊，这 app and if， 可是各位记得应该在 Python 里面并没有什么 and if 啊。然后而且都是用缩排 ，HTML 怎么缩排不可能啊。所以它当然我相信这是它设计另外一套 API 的用意啊，因为 Python 没办法写塞程式在里面，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塞程式码，你又要在 HTML 里面做缩排，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然后它的写法就 if， 然后 else 是一样的。for 回圈呢会 for 什么什么东西 in 什么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是由那个 action 塞进来的，然后就是我们刚才写的 index 点，就是我们设计那个 index 那个 method 会抛这个东西进来给它。然后呢，这里有一个连那个一个用一个 list 超连接 a h i e f 开始这边塞资料，你看到这里有两大。Template 它的两种写法，一个是这个大括号，都是大括号开头的，然后呢一个是两个的，然后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两个的，然后你有一种是这种的，里面是一个百分比的。如果你看到像这种两个的，代表说其实它会把这个里面的值印出来，会带进来这里面，不管它里面是什么东西，它会把它带出来。那你看到这种百分比的，代表它 是拿来做运算的，例如说这个地方 for 这一区是拿来做运算的，然后这个地方只是把它抛出来的，所以我这个地方如果那个 for id 等于1，它这个地方到时候那个 render 出来的结果这个地方就是1，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内容，那像这个地方就会是有百分比，这个就是运算，这是运算运算运算。所以在 Template API 里面主要两大类，一个是这种，一个是这种，应该没有第三种了。那个呢？然后就如果说有它 if 下面还有 if， 它我怎么指定说这 else 要对到哪个 if？ 譬如这个上面的 if， 下面再有个 if， 我画这 else 的话，我可以指定说对第二个还是对第一个？你这叫怎么指定？这就跟我们在写程式一样，你 if 一定会对到一个最近的 if 啊。if 应该会对到一个最近的 else 啦。但是我是 else， 说不定是最外层的 if， 而不是对到比较内层的 if。嗯，还是哦，对，下跳 end if 要先
先把对啊，其实会有这个啊，所以它一定会对到一个最近的 else 最近的这个东西，这个会有是有针对的。然后也许你会觉得说，这样写跟刚刚 PHP 没什么两样了，就没有，这样看起来真的比较有高手的感觉，很错觉了。高手不是靠这种写这种花招就会变厉害。好，这里其实也有提啊，这我们这大概有一些简单的说明，就是说如果像 if else 这些都这个来讲，因为它没办法对齐嘛，然后设计师看到这个也会怪怪的，然后这个就代表说它是一个运算，这个就代表它是一个内容，会把里面指数喂出来。那这里也有很多那个 template API 有很多种，有很多的写法，还蛮长的哦。这个点下去，这个其实应该是属于必看的内容啦。看旁边这个轴距还蛮长的。哇塞！然后有一些基本的，例如说它这个是它的这样基本的写法，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在这它在 console 里面可以这样用，就是你在 Python 的那个 share 里面可以这么做，然后例如 T 等于它会有这一个 template 这个类别，你可以把东西直包进去，然后当你印出 T 就是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是印出个物件嘛，可是当你把值带进去，例如说当你把那个 my name 带进去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值吐出来给你，所以但我们这个其实我们在写的过程中不会遇到这个，因为我们不去管这些事情，我们就是只把我们做那个这个都是在底层运作的，我们不用管这么多事情。那底下还有一些其他更多的 method 在这里，啊 context 啊，这里有很多的 API 要看，然后，对啊，其实这里还蛮多啰嗦的东西，但是因为毕竟最后你在处理都是应该说你要知道你要吐出来给，你要把东西喂给那个 HTML， 然后把它画出来。都是城市设计师的工作，不是设计师的工作。一般的那个 designer 他只是负责把画面切好版型，然后那个他可能会先放一些假资料，然后一些那个 div 啊那个区块切好之后，再请你把那个 div 换成一个真正的资料去把它跑出来。啊，所以设计师其实一直都是最后最尾巴的工作了。那到 template 就是我们把怎么样把值丢出来。那其实做法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先看这一行第七行这个前半部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然后后面这边你可以抛一个 dictionary， 就是你可以抛一个字典进去，然后个别指定这个前面是变数名称，这是内容，这个内容哪里来，这个内容就从这里来。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昨天在 console 里面有做这样操作，就是你可以去针对某个类别的 objects 的 O， 就是把所有书拿出来给他。那当你把这个东西抛进去的时候，你的 HTML 就会收到变数，你就会收到这一包东西，你就可以拿这一包东西来用。我们在看这个之前，我刚刚有一个困扰，就是这个其实对齐的时候啊，你看不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 tab 还是空白键。那有些工具，包括我现在用的这个东西，它在右下角这里有一个 tab size， 然后当你点那个 tab size 之后呢，
你可以设可以改改成你的 tab size， 例如说你要看起来像八，它就会长得比较长，然后二就会变得比较短。那这里其实也有一个工具，就是你可以把 identation， 就是你把那所有的东西全部转成空白，这样你就不会因为有的是空白，有的是 tab 键而造成困扰，因为 tab 跟空白看起来，你我知道我也看不出来，啊。那这个右下角这个地方可以去修改。那如果你是用别的编辑器，应该也都多少有这样的功能啦，然后只是位置不一样。我们把这个东西加进去之后呢，然后 template 的地方，我们看一下 template 的地方，上面是 HTML， 然后这里我们刚这个地方我们就拿了一个 book 的那个物件，然后。count 是一个方法，是代表说我可以算出我多这个物件有多少个，所以在我们那边出现会出现几本书。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一个 for 回圈，这不是回，就是一个 for， 它在这边可以一直转，那会去找出这个书里面到底这个物件里面到底有多少本，然后一个印出来，然后记得一个 n for 会 n for if 会 n。好，那没有哦。然后呢，我有个东西很重要没有做，就是，顺便看一下这个 debug 的方法，就是当你出现有问题嘛，那没有在明说吧，你 book 没有定义，那 book 哪里来？因为我没有 import。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这是在我们 book model 是自己写的，所以你要去把 import 进来。好，它其实有指出来，它出现在这个地方。然后一呢，是因为我们目前是一本书，其实这里应该有一些中文字的，不过我刚抠过来变乱码，然后你可以自己改成那个专属的字。然后这里会书的数量，然后其实还可以点进去，还可以再看啊。不过我们等这个我们下午会再继续讲这个。那基本上它整个运作原理就是这样，就是哦，我的矿本都啊，也来了。我们就回到一开始那个图，使用者呢，他一开始其实他以这个整个网站来讲，他看到了会看到是最前面的这个 view 这个部分，其实是像 controller 的角色，然后他会去不对，还是。其实这还有一个 EYS.py， 所有东西先问他，然后他处理完之后，他会告诉你说你要去哪一个 view 里面去捞资料，然后这个 view 呢会决定说他需要从这里拿资料拿回来，然后呢，再来他如果因为我们刚才做了 render template 嘛，所以他去找某一个 template， 然后把那个拿回来，然后把那个刚拿来这一包东西塞进去这个 template 里面。最后呢，返回去给使用者，所以整个流程大概是长这样，就是这样进去出来，所有的关口都在这个地方，都在 URL 这个地方，所以你这里只要没有做设定，你所有里面的东西是看不到的。然后就是如果你临时想要观战，然后你不用把什么档案砍掉，你只要进到这个地方，把网址拿掉就好，把你设定的那些 URL 把它关掉，里面就看不到了，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